大家好，我是司马亮。大家做好了吗？然后等你们做好才要开始。压力，严格。大家怎么样？大家有做访谈吗？还没。还没。有的人举手。你们不怕哦，可怕，因为现在都没有刮风，都没有吹风，所以就觉得那台风像是，现在再给你唱一下歌，不然就知道了，这样感觉。啊，那今天我来是做正确的决定，非常好。然后我是司马亮，我会唱。很多歌，然后第一首叫《好的普通》，《好的普通》是我跟一个朋友叫刘玉天一起写的。有没有人礼拜三就是前天有来的？有吗？有谁？当然有来啊！因为那天有说了一个，就是在说，世界上有很多白痴这样子的话，那白痴呢？其实就是它有一个特征，大家可以稍微检查一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，多少都有，可是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需要再进步。那是什么特征呢？就是对于一个话题，或对于一个议题，或是甚至不是对于一个议题，只是对于一件事啊，晚餐吃什么这种小事，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，可是他永远有很多话要说。像是你问他为什么你不喜欢同性恋呢？为什么你讨厌抽烟呢？然后他有很多话要说，因为他们很奇怪，因为抽烟很臭，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清楚的论点，就是讲到 A、B、C， 然后讲 A， 讲到 C 的时候，他就发现，好像前面怪怪的。好像自己的话怪怪的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事情是什么样子。然后好的普通呢，就是在写，就是送给那些很努力的想把自己，就其实我们只要把自己搞清楚就好了，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搞清楚的人，努力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啊，努力的管好自己晚餐要吃什么，努力的把就是约会的时间就是确定，然后没有迟到，努力的把自己照顾好，不麻烦别人。好的，普通。如今我已把水当酒，一寻回去生活，寻视人群聚集，寻视人群散落，见了红灯就停，绿灯就走。如今我已想起生活，如今我已不再忧愁，不再思绪朦胧，看见前方直走，看见转弯的尽头，听见音乐开始，音乐渐落，这些我都听得到。如今我已接受，但是结论不说，他人。
这样一说，道理总是不同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就是不同不同，所以不知自己定定总总。如今我已不再忧愁，不再思绪蓬蓬，看见前方直走，看见转弯的尽头，听见音乐开始，音乐渐落，你都听到了吗？如今我在试着接受，但是情话不说，怕情话一说，听来有时不同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就是不同不同，所以一直自己停停走走。好的，补充，谢谢。然后副歌的时候是说，但是结论不说，就是下一个结论这样子。我等下会请两个漂亮的少女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一起唱几首歌。然后我在跟他们练团的时候，他们是伊普还有水谷，古氏姐妹花。然后在跟他们练团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：“哎，我发现你是结论歌哎，这样不是结论歌，是结论歌。”他就说：“我很爱什么事情都要下一个结论，不然我会不安心、尴尬、很怕尴尬。”然后其实好像我自己想想也是，我就跟他说：“那如果真的我在台上这样说，你要跟我讲。”可是我发现，就是我刚刚其实是疯狂在下结论。好，那就是。其实就是在那些把自己试着把自己整理好的人啊，在努力的生活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话掉下来，掉下来，从身上剥落。就是因为其实长大呢，就是渐渐的，我觉得啊，就是渐渐的把话越说越精简，也不一定会越说越少，但一定会越来越有用。而不是讲很多奇怪的啊，你在讲什么？像是我刚刚讲的话，然后你在讲什么的话，那些话都会慢慢的在长大的时候就剥落啊剥落，然后有新的话又掉下来，然后就成为一个新的自己。那可是这些话到底要不要讲出去呢？到底有，就是讲出去有没有用呢？可是好像是没有，因为没有人要听，但你不讲又没有人懂，然后大家又觉得，因为你会怕大家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可是还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。然后把自己的理念就是告诉大家，然后有各种不同的理念，然后每天都在努力这样，然后这首歌就送给他们，不要理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。然后下一首歌叫《年轻》，我最近在，我最近都会待在台北读书，然后找工作，已经在工作了，就是。因为我要考试，考护理治疗师的执照，然后要补习啊，然后补习没有钱啊，所以要打工，这样也是在做差不多的事情。
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没钱吃饭这样，然后还好有就是很多朋友啊室友都会帮忙。然后《年轻》这首歌的话，就是有一次在开那个，就是、我坐在车上，然后开那个南回，就是从台东要开去高雄，然后坐在车上，因为都是隔壁是山，然后旁边是海，然后就是不小心就撞到，然后就掉下去，可怕。然后就看着海，因为我一晕车，就一定要看远远远远的地方。那就想到，哇，好漂亮哦，这样，好漂亮，就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到一个朋友，然后那个朋友呢，就是以前好像快要有什么的，但是又没有什么，然后可是到底有没有什么呢？大家自己想象哈，这样子。然后那我要说的是，在那有没有什么之后，我们两个都很正常啊，很 peace， 然后也就是好像没发生过一样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就是自以为。这是不是就是年轻，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，然后我们都可以心照不宣，然后就趁着好像还可以说自己是年轻的时候，写了这首歌。我们。Thank you.
年轻，谢谢。那首歌叫《暧昧》，哦，杨丞琳，不是杨丞琳，是王菲的。王菲唱过一首粤语歌，叫做《暧昧》，然后侯湘婷是唱，应该是侯湘婷吧，唱中文版的。我今天是要唱粤语版的，为了这个，我还特别去找了讲广东话的朋友，然后帮我修那个雅致啊。然后会想要唱这首歌，没有为什么。现场有讲广东话的朋友吗？真的吗？讲一句看看。真的吗？请你先出去。啊！等我唱完，我会再叫你的。好，那等一下哦。我唱完的那瞬间，你要叫最大声，然后拍手最大声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好，多谢啊。好的。没有，我的广东话能力就只这首歌，不要跟我讲话。眉目里似可不似可，还祈求什么说不出，陪着你天天轻呼直言远路，唇边供不出满足，你的温柔怎好捕捉，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近，
下一首歌呢叫做《开车》，开车是有一个小故事这样子，然后我先讲前半段，后半段等下再讲，不然怕影响大家听歌的情绪。开车就是也是我跟一个男朋友三个人，就我跟两个朋友，然后一起要去一个聚会，就是某个会，某个同学会，然后一起要去一个聚会。好像结束之后，我们就一起开车，然后有一个人开车要送我们两个，另外就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回家，然后另一个人就先下车了，所以那个人完全不重要。然后下车了之后，我们就只剩我和他，然后就坐在那个副驾，坐在副驾，然后就开。然后其实我和那个开车的朋友呢，就是以前就是有不懂事，然后跟他乱告白过，然后跟他告白之后就狠狠的被他。也没有很轻描淡写的拒绝，然后就哦，好吧，这样轻描淡写，然后最后也没怎样。然后但是那天呢，就是开车，然后停红灯，然后就剩我们两个，然后天色就哇晚上，然后这就是这首歌的背景。Thank you.
过是临时起意。我以为这是我的梦，其实我想讲个故事，还有半小时，好，刚好可以给你。好，就是前子在网络上有一个故事，因为我原本这首歌会写，是因为有一个叫做毕安生的一个毕教授的故事，然后每次唱这首歌都会讲这个故事，那就这次就不讲，因为我后来又听到另一个故事也是。很感人，这样子，你可以先自己去查毕教授、毕安生。那这次要讲这个故事是一个在，我也不太清楚他是在里医社工作还是在医院的，就是太平间工作。然后就会看到很多，反正就会看到很多要来探视遗体的人的亲人啊，或是亲朋好友。然后有一次他就看到一群就是亲属，然后去看他。在那之前有一个女生，那死者是一个女生，然后一个女生就一直坐在那个等候区，然后没有，她也没有说要进去看谁，也没有说她要干嘛，就一直坐着。然后等到过几，就是就几分钟之后呢，有一群她的家属就进去了，然后进去了，可是那女生也没有就跟着进，她只是站着，然后到那个就是探视的门口就没有进去了，然后就
就这样就远远看着他们，然后他就问说，哎，那你怎么进去的？然后说，哦，没有没有，在这边的。然后家属就听到，就听到说，哦，他没有关系，他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他不能进来看，他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然后就走了，然后那女生就一直哭着哭，因为她也没有办法进去。然后规定是说，家属有就是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家属，或是有比如说法律承认的关系的家属，只要说不可以，你外人不会看，那就真的他就不能放行，让他在工作会就丢掉这样，那他也没有放。然后那女生就是每天都会，因为他们就是放到那个太平间，然后还有一段时间，然后就会住病这样。那他在这段时间每天都去，每天都去，每天都去，可是都没有进去。那终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，他们就决定，然后要把死者送出去嘛。然后送出去，那个家属就先走了。然后先走之后，他就说：“我们赶快看这样子，因为你没有进去，那你就在这边。”吓鬼，然后他就说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终于看到你了。”然后就一直掉眼泪。他就说：“你看我今天穿了我们约会那天的衣服，我那天怎么样怎么样这样。”然后最后他们要送到那个火化的地方。就是一群家属这样慢慢跟着那个车子走，然后他就一个人跟着最后的电他们走，就是这个故事。然后你们还要把这婚姻片全吗？这样。我以为这是我的梦，我以为这是个故事。哦，有点像。艺术家怎么都那么情绪化？哎，我是，我是物理治疗师啦。我想要。Thank you.
就是我的妈妈。他自己要去投票了。大家可能以前有听过黄格里巴那个名字，好像是我以前就是唱歌啊、表演啊，或是 Facebook 上面的绰号昵称。然后，那我今天用的是司马廖，司马廖是我的贝纳祖的名字，就是我的本名。那我还有一个汉名叫黄奇伟。那为什么会换这个？为什么会叫黄格里巴？就是因为以前想要创一个脸书账号，然后随便就取一个名字。那时候很喜欢《香格里拉》这首歌，就是黄玠的《香格里拉》，然后就取了这个名字，因为我姓黄嘛。那就是在有一天呢，我帮一个朋友弹，就是做乐手弹 keyboard， 然后他是风和日丽旗下的艺人，他叫柔敏，他的歌非常的好听，大家也可以去听。但今天重点更不是他来。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柔米温柔的米这样。然后那天因为黄玠是他的师兄嘛，然后就也有去听他的演出，因为是他的发片音乐会，一张专辑发片音乐会。然后在台南，我就看到远远的黄玠，然后就想黄玠黄玠黄玠，我没有讨厌他，但我想黄玠黄玠黄玠，哼，我又不是他。然后我就在那一天就觉得，我不是黄格里拉，这是一个我塑造出来的一个样子，然后他很怎么样，他很怎么样。但是那天我发现，其实我不是他。为什么我每次跟人家介绍的时候，我都要叫，都要说我是黄格里拉？我说哦，那是不是因为黄玠的香格里拉？因为黄玠姓黄，然后又香格里拉。我说，操，不是，是因为我姓黄的。我就觉得好烦哦，好烦哦。那在改了之后呢，也觉得神清气爽，好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这样子。然后开始有些朋友就跟我说，有几个有前女友就跟我说，我说为什么你要把自己的名字？你看，你都把自己的名字都放弃了，然后也离我远去的，怎么样？然后我听了其实很难过，我就觉得我不是要放弃，我也不是要不承认他。他还是永远就是我的名字，曾经的名字，他只是休息了，无限期。然后，那我也很感谢大家，以前就是叫我黄格里拉或叫我里拉这样子，那是一个，就是大家对我的关心啊，大家对我的一个认同，这样不管他们是怎么看我。然后我今天只是想要讲这件事情，然后有听到就有听到，没听到就算了，然后下次再问我，我觉得。然后呢，那今天就唱这首《香格里拉》，就是一个跟你说拜拜哦，黄格里拉，也不是拜拜，就是你们休息，好好休息哦。当然，大家还是可以叫我里拉，叫黄格里拉，或什么都可以。反正你们是认识我的，就是一样。应该很容易吧？大家会唱吧？余晖下，余晖的，这是不。
谢谢大家。好嘞，那今天刚刚全部都是我在慢慢哦，其实上课啊什么的都是只是为了拖时间。接下来才是今天的重要的重点这样子，因为我这次就找了两个，其实我就是看他们演出很久了，然后我一直以为，就是一直觉得他们是好远的人，然后就我真的可以找他们吗？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声音，然后他们是姐姐，我是姐姐控这样，而且啊又是姐姐这样子，然后声音又好好听哦 ，My God， 好远哦，我可以找他们合作吗？然后有一天他结束就说，你不是要怎样怎样，就是9月14号不是九月吗？9月14号不是要演出吗？就今天，那要不要找他们？我说可以吗？这是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哦，天哪！然后就找了，然后找了之后，因为也没什么时间练，因为我最近才回台东，我都在台北，你就只有三次的扣打可以练，三天的扣打可以练习，然后就练啊。可是平常要大家上班啊什么的。哎，我先请他们上来好，这样他才可以吐槽我们，所以才会热闹一点。我们欢迎伊普还有水灵，我是姐妹花。为什么你们走的这么矜持？你练团的时候不是这样子，不敢说哈，然后就进来这样子。因为你一直营造一个气氛，就是很凝重。我们刚刚被念了啦。啊，你被谁念？他们说为什么别人只想让你喝酒？是我自己要喝的，你不要怪他。啊。好好笑。不要怪我的姐姐。好啦，没事。那，我们自己要讲话吗？然后就是我们在练团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大家要上班什么的，然后就很晚。你可以讲吗？啊？你现在是昙花季节吗？这样子。我们不能讲太久了，时间会拖得太长。对啊，因为感觉这里的人都还没有准备房台的样子，对，就在那边喝酒啊。谁叫他们不要准备？哇，准备！我上面都有 po 文说要先准备房台，再来准备我们内心的房台。就我们不能到太晚。好 ，OK。我们等下就一句话都不要讲，三首歌直接唱完。我相信的。好，我帮大家开始一个开场哈，我们是古氏姐妹，然后呢，我们两个是真的姐妹这样子，她是姐姐，我是妹妹，我们家真的讲的，然后就是我们自己之前也都是有在铁花去做一些演出，包括礼拜三的唱作居家跟草地音乐会，对。那今天也很荣幸呢，能够跟我们的偶像，真的，是马里奥吗？刚才讲错话了，下大雨。没有，就是为了配合我们待会下来的歌，对不对？好，是。那我们来讲一下，这首歌叫《梁静茹的一夜长大》。嗯。那为什么要选这首歌？也没什么原因。不能学我刚才扩展成用我。老师，你用了，我们应该还有一个一次机会。对。我们唱这首歌是。的时候不是有讲吗？就我们三个人听这首歌是不一样的心情，都有自己的心情，所以我们是做一个 SHE 的那编制，对，就是不会很容易。不是啦，就是需要练习。你不想我哇？你不要把我们拖下去。你没在怕的，我还可以去做物理治疗哦。啊，上字幕说纯属虚构。纯属虚构哈，好，那不辛苦了，不说了。好，那。就是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心事，这样自己默默的唱，然后你就不要理我了，这样子。我看你们能听出什么？猜对没有讲？然后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煽情的前奏。
练这首歌到后面的时候，因为一直一夜一夜，有一次就不小心对看就一夜嗨呀，哦嗨呀，那是第一个原住民的歌曲。然后我本来很想唱起来，但是太不认真了。他们都不懂吧？我们每天为什么练习会练那么晚？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乱来，就是乱唱一些歌啊，乱接一些话这样子。啊，碰我了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，我们尽量把时间赶快一点，毕竟，有点晚。然后，我们剩下这是倒数第二首。然后这首歌，下一首歌叫一首英文歌叫 I Don't Care， 然后呢是 Melissa Pronner 唱的歌，我没有讲错，没有，很棒。讲错大家也不会发现，就很电台的感觉。好。啊，这首歌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？也没有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不听。后面唱的歌你就不要多想嘛，对啊，就不在乎啦。对，不要在乎。I don't care。那对，那你要讲这个故事吗？好。你说不要拖时间。还是我前阵子去菲律宾嘛，然后就去菲律宾，然后就喝了一点酒，然后去跟当地人就是用英文就是去聊天，聊聊聊到后面，他就问我一句话，然后我就说 I don't care 啦，就是 I don't know 啦，就后面加了一个原住民的一个语助词，然后就刚好倍感亲切。对，他们就觉得很亲切，因为他们当地人，他们在讲英文的时候，后面其实也会加一点就是啦或其他的语助词这样子。对 ，Happy birthday 啦。对，是吗？我是不是有这种吗？不是， How are you？ 我可以再去一次，我有看到。是。好，那好，随便啦，就再来这种 I don't care 啦。好啊，开始。Promise everything is gonna get better. There is no
掌声给水林盖正。他昨天练成的吉他。我昨天才教他。花了大概三个小时吗？这首歌。好像说练习的时候，不要一直在那边。好热，其实我们真的最紧张的就是这首歌，因为班花林钢琴也是今天才搭的。哦，是要保留吗？没有，我就想说故意讲一下，很像我们很厉害。好啦。没有觉得吗？好，下一首歌，就我们今天的合作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是万芳的歌，叫做《我们不要伤心了》。嗯。爱玩就不要哭。对，我在说我吗？对，一样送给你，我们就把你要我们唱的歌送回去给你。好，送给我，送都给我，都接受。好，然后今天就是最后一首歌，希望大家今天听到会有满足这样子，我不敢说开心哦，因为可能沉重，大家都有满足这样子。可是我要先问一个，你不是换名字吗？你有对你的新名字有什么期许？访问节目哦，关于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是一个期许，我觉得名字就是知道自己那是什么意思就好了。因为其实我就觉得黄俊达到底什么意思呢？那我到现在都还没有。是很清楚的找到，所以你的心灵比较安全，就是感觉好像因为我就不用再解释了，我就是叫什么里奥，不然你想要怎样？啊 ，I don't care 啦 ，I don't care 啦，再给我问啦、啊。这首歌叫做《我们不要伤心了》，来自万芳。曾经今夜一度坠落的时候
是你快步的走，回几次头，你次次看见我低头回头。
应该会跟他小心。你是怎么样？拜拜。拜拜。不是姐妹吗？谢谢。掌声鼓励。谢谢大家参加我的那竞选造势晚会，这大概是我20年前的造型。这么久远，那好复古哦。只有我的不公平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然后我们就是可以继续观赏啊，然后大家就先行离座啊，谢谢大家。有没有观众想献花？有没有观众想献？耶！你们猜哪一个是他？谢谢粉丝，谢谢。下课了。